小哥哥，给你看一下我们的房间。喂，你干嘛？干嘛这么凶啊？宝贝，快休息吧，明天带你去买包包。嗯。身材这么差，谁愿意看啊？你。对不起嘛，哥哥，人家刚去洗澡了，没看到。人家太累了，想睡觉了，明天再聊吧。你也快睡觉哦。舔狗。啊，人家好胖，快救我，亲爱的。帮我报仇，亲爱的。亲爱的，你好厉害啊，奖励你一个亲亲。快睡吧，小米，明天还上班呢。怎么了？你室友说你了？对啊，我在阳台上陪你打游戏，他们还嫌我吵，冷死了。那你回去吧，别着凉了，会心疼的。嗯，那我先下了，明天再陪你玩。你好，这是你们这个月的电费单，请核对一下。好，谢谢。我们这月电费怎么用了2000多啊？哦，可能是我忘关空调了吧。这种天气你开什么空调啊？开的是暖风，又没暖气，想冻死我啊。你怎么又用我化妆品啊？你一个单身狗用这么多化妆品有什么用？再说你这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这我可忍不了了，看我怎么替天行道。啊，人家好胖，快救我，亲爱的。亲爱的，你好厉害啊，奖励你一个亲亲。你一个单身狗用这么多化妆品有什么用？天哪，你这个男生也太帅了吧。对啊，这个女生也太好看了吧，太帅了吧。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怎么？你晚睡，你啊，亲爱的，人家害怕，快救救人家！哟，在打游戏呢。你也太菜了吧！上啊，这么近都放不准，你也太笨了吧！能不能不要吵啦？先吵啊，那你别玩啊，你。好用吗？还行吧。既然你这么喜欢用别人东西，那就让你用个够。这不是我的行李箱吗？看我多贴心啊，行李箱都帮你收拾好了。你要赶我走？我可是交了房租的。搞错了吧？你都几个月没交房租了，谁给你的脸啊？慢走，不送。